啊，人道是三善道之一，我们现在在人道，啊，其他道的状况我们不知道，人道的状况我们应该非常理解，人道好不好？有小小的乐享受，但是享受的时候无不造业，这个事情可麻烦了。特别是人事环境，有意无意得罪人，自己不知道。啊，古人所谓的言者无意，说话的人无意，聊天呢，但是听者有心，听的人以为你骂我，你在讽刺我，你在损我，他是这样听法的，那么他心里就有怨恨。你是无心的，无心人说话的时候让别人产生怨恨，这就是造业，这个业要自己受啊，没有人能带啊。